大家好，我是爱猫咪爱多肉的梁，开肉肉啦。哈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又去买肉啦。因为这个礼拜阿伯没有进货，我又跑到另外一家。本来想说最近都不要去粉多肉的，因为不太想买含肉了，结果一去光脯肉我还是买了6盆回来，好开心哦，都是买到我想要的。因为这些我其实原来都有，但度假失败了，所以看到了就又很开心，所以就一口气又买了6盆回来。首先看这一盆，这盆就是蓝色惊喜呀！哎，蓝色惊喜，度完下愁死了，所以看到这一盆，忍不住就买了。第二盆是这个，这个其实我自己本来自己之前有的。这个就是东美人锦，东美人锦很特别很漂亮，可是它这个锦就是很容易反主啊，养着养着锦就会不见，养着养着它又出现，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啊。这个就是东美人锦，但是因为它现在是普货的价格，所以就再买来养看看咯。再来这一颗，哈哈，这是玉蝶。其实我买了好多次玉蝶，但是呢每次买的玉蝶形状都不一样。这次我觉得这个形状特别美，我觉得它很美，所以就问了老板一下为什么玉蝶都长得不一样。他说其实因为养的时间啊还有环境不同，也就是会造就它形状不同，但是这个形状真的是超美的，我好喜欢哦，这是我买过形状最漂亮的玉蝶，所以好开心。再来就是这个大和美尼，其实大和美尼也没有很漂亮啦，但是因为之前养了挂掉了就不甘心。大和美尼是介于大和锦跟那个麒麟座之间，反正就再来挑战看看。这一盆你看这么多，是一个大手捧，非常超值啊，所以就又买了，反正3盆100嘛，看了就好开心哦。其实我最开心的就是买到这2盆雪兔，我去年有买一盆，就是这样大头带着小头，一盆还才一盆就要150哎，结果你看看现在，哎150还是200啊，反正就是蛮贵的啦。结果你看，时间才过了一年，你看它现在就变成大普货了。3盆100的大普货，而且它这个形状控养的比我当初买的还漂亮，所以呀，不要急着买，不要急着买，慢慢的它就会变成大普货，价钱也会随之越来越亲民哦。所以买肉好开心，这次买到这2盆我非常开心。我去年养的那一盆本来度夏快成功了，但是接近10月，应该说9月多吧，接近9月底的时候他就给我挂掉了，好伤心啊。但是今天买到这2盆超开心超开心的，所以买肉好开心啊。好了，今天买肉好开心
就分享到这里咯。欢迎评论、点赞，还有别忘了订阅哦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